什么叫做平安？啊，观众朋友啊，我老心啦，什么叫做平安？哦，安尼凉风微微啊吹，哦，咱坐伫一个广场，哇，听一个音乐，对不？切掉一个，好啦，哇，赞赞，什么叫做平安？平安不是讲都爱赚大钱啦，啊，起大楼啦，唔免啦。平安不是讲咱照镜生做水烟斗叫做平安，骗人。什么是平安？哦，你呐，活伫这个世间的日子，有通食，有通穿，啊，无烦无恼。啊，若讲搁再加上婚姻幸福，身体臃肿，哦，啊，咱家己一人坐咧遮，西瓜放落，跳一个赞美操咧。哦，卡落一定要冷气，开始安尼小块一直嘞，哎呀，赞，平安啦，啊，我跟你讲啦，人活的世间吼，真正那边要求的其实无济，吼、哦，平安就是福，但是真济老人是安怎，因也无平安，你也知影，因为人食甲老的时阵吼，咱作者少年时的条件吼。拢无通挖口气啊，所以说变作一种情形吼，有诶老人吼愈老愈惊，啊真正会哦，哦你莫轻看这个部分哦，哦老人诶杀手啊，就是惊吓，就是烦恼啦，吼足够烦恼诶啦，因为少年时阵伊可能靠伊臃肿，少年时阵可能靠伊诶体力，少年诶时阵可能靠伊诶资源真济。所以万事做代志，伊拢真有把握，伊袂惊。但是人食甲老无同款去啊！一个食甲老去的时阵吼，感觉家己变甲足含慢的啦，记忆歹，头脑歹。有当时啊，电话提起来卡，喂，啊问我你啥人？阿伯你嘛甲拜托，你卡电话来给我，你阁问我啥人？啊，我都形容咱卡落的时阵，拄啊要卡的时阵，都还阁会记得要找啥人。即摆卡着人话，我了向我讲，我是要靠啥物人，全袂记的，你知哦？哈，啊，你讲老人安尼伊会惊无？当然伊会惊嘛，对不？人是接电话问讲，你啥物人？咱是卡电话问讲你啥人？我了惊着啊，哈！所以因为老人的能力慢慢拢降低去啊，吼！因为咱人食较老的时阵吼，甲少年正经有影是差真济，这咱都要承认吼。唔好讲食较老，佫唔认老。但是虽然发生足侪只情形。哦，记忆的减退，哦，体力的减退，所谓条件改善拢差真济真济啊！但是咱永远袂当失去平安，所以真济老人都是因为咱这个部分咱唔知变哪适应，所以当咱发现讲啊，我甲以前差真济，常常拢想起以前的熬，啊，想起当年的好，即马佫比较现在的我，所以伊会足自然，伊会产生一种讲啊。惨啊惨啊惨啊！我唔知影要安怎，做些代志唔是伫咱的掌握中啊。尤其种少年时阵吼，迄叫做呼风唤雨啦，足牛的啦，吼足强的啦。迄款的少年人，迄食甲老时吼，一定都如害。因为食甲老时吼，伊会感觉好亲像以前家己吼，做些物件会当掌握，即马拢掌握袂掉，伊怎啊变作会烦恼？所以我是有研究，我看真侪老人吼。足够烦恼的啦！我著甲囡仔讲话，啊，恁爸是自少年就足够烦恼的，对不对？伊讲无，好老三你唔知，无我爸以前唔是安尼，话讲我母以前唔是安尼，好我爸以前偌厉害咧，一个人换几落间公司，迄较早的职场吼，大家偌看重咧，迄是你唔知影尔。我爸以前唔是安尼，迄真正人食甲老会变，哎哇，安尼我老三加捌一项，人食甲老会变，真正会变，哦。迄个人少年的时阵哦，真够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真有担当啦，真有胆量啦，吼、哦，有人较老的时阵哦，足无胆嘞，足无胆嘞，吼、哦，少年的时阵哦，足够坚持的，吼、哦，该安怎就安怎，做代志真有气魄，啊，食较老吼，啊，这也惊，啊，那也惊，人讲你唔通哦，啊，你唔通哦，对囡仔咧讲话的时阵，拢常常咧警告，你细你哦，啊，就安怎安怎安怎，变真济。
所以变成愈老愈熬烦恼，啊，愈老愈失去平安。虽然讲有信主啦吼，但是咱讲一句坦白的啦，也毋是讲每一个信主的老人拢真正有享受到平安啦。嘛是有真侪虽然有信耶稣的朋友，但是呢，伊无享受到平安，这个是有原因。是安怎原因？因为伊无交托。啊，是安怎无交托？因为伊袂惯习。因为少年的时阵，拢总用家己的双手在掌握一切代志。少年的时阵，靠家己的头脑，靠家己的反应，靠家己的才能，靠家己的体力，靠家己的经济。人食到老时阵，一切的条件甲少年时拢未比起来，所以怎啊变做人食到老时阵开始会烦恼。啊，另外一个原因吼，少年时会当保护家己啊，我唔免靠别人啊。啊，咱食到老拢爱靠别人啊。我讲一个更加歹听嘞，有的人入去变数也都靠别人，这种感觉，咱大家将心比心嘛。咱即马讲变数，变数就变数，我爱人甲我换，唔免人甲我换啦。将来到老的时阵，你要变数，讲我即马要来变数。你小朋友，你三岁哦，要变数，袂晓家己去哦，袂晓呢，袂晓呢。老到一个岁数的时候，咱要变数吼，迄苦嘞爬袂起来呢。咱去遐变数坐咧遐的时阵吼，咱要爱人甲咱后尾手这个清洁的部分吼。咱家己袂晓呢，甚至有诶，哪个身体真正衰弱到一个程度，倒咧蒙床顶吼，连咱安尼冰心安尼冰过，安尼冰未过呢？这是你少年的时阵，你无法想象的嘛。你叫你即马少年啊，一个二十几岁，你想讲叫阮囝，我叫伊讲啊，你要开冰心吼，你冰未过，倒爱人甲你斗冰，一定感觉足好笑诶，讲靠可怜，那冰一个心。不是讲要翻跟斗啦，对不？咱是讲安尼冰心一个尔，都甲人斗，爱都人甲咱斗冰，有遮差，食老你都知。所以当一个人食到一个岁数，当伊开始感受到讲，我需要别人帮忙，我唔是靠我家己都会生存，伊就产生一个无安全感嘛。啊，伊咪产生一种足无价值的感觉，就是讲，我即卖那当代志拢爱靠别人，所以产生一种自卑感。伊家己哦，心内吼会失去迄个调整力，吼，所以这是老人会真正常的一个心态。所以呾等到迄个时阵，迄个情况发生的时阵吼，咱怎变作足够烦恼？吼，所以我这么前半段咧解说，是安怎老人会够烦恼？你起码会了解啊，吼。因为伊靠别人，伊会想讲，你若无得咧，我变安怎？我万一我若半暝我变数，我变安怎？我若万一我半暝变数，我若去出道，我变安怎？当家己哪来哪无可靠，我需要靠别人的时候，人性的反应就是拢会惊。啊，这个惊吼，伊会表现出来吼，就是变作真早念。啊，这个惊吼表现出来，就是用伊常常讲话拢讲种足消极的话，拢甲你讲说你听了未讲足爽快的话，吼，拢甲你讲一寡，互你听了了讲足烦的话啦。啊，讲你注意哦，即摆外面诈骗集团足多哦，吼，啊，不如讲。卖讲遮侪电话哦，电话钱真贵哦，迄电风唔通一直开哦，迄冷气等下都爱关哦，你听好无？老人嘛，吼、哦，伊老人了，永远无代志，伊连咪注意这，连咪个注意迄种平常时啊，咱少年时啊，咱未去注意到迄细项物件嘛。啊，老人都看这项讲一项，看一项讲一项，啊，都看到看甲对，讲甲对，哦，咱少年啊，咱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！所以你看，迄囡仔人吼，拢足不爱甲老人做伙。尤其青少年了，更加不爱跟老人做伙。伊跟老人做伙，伊感觉足无聊的。迄老人哪会这尼啊慢？哦，老人要过一个马路都未过尽，啊，都要人安尼甲伊牵，足麻烦的就对啦。哦，所以在这种的情形之下，咱看到真济老人伊就失去了平安。所以老三这集要来强调，老有两种的，一种就是真平安的老，一种就是讲真欢乐。迄老家是来足济代志通烦恼，啊烦恼到有当也真爱笑，哦，烦恼讲啥物伊个孙啦，啊烦恼讲这将来吼唔知变哪娶变哪嫁啦，烦恼个出气呢，哦，啊烦恼讲啥物啊即马天气愈来愈热，啊是变怎啦，烦恼足济啦，烦恼钱无够用啦，哦，啊烦恼囡仔无即马逐工咧上班吼，烦恼讲啊你唔知倒一工恁头家甲你洗头路无？讲到这，足侪观众朋友开始在点头，有吼、哦、有啦。迄老人就是安尼啦，咱都一未防洗头咯，伊就先甲咱念啊。
啊，你若死头路找无头路要安怎？啊，你囝要安怎饲啊？哦，你囝还细汉呢，啊，咱这间厝是要安怎？啊，贷款嘛，也办袂了呢。哎，你听你有还无？就还嘞。所以吼，咱阿袂老进前，咱想话清楚。亲爱朋友，请你家己常常对家己讲：上帝啊，唔忙你想出我老的时是一种平安的老。哦，平安的老，就是讲，咱会通将足济咱的忧虑，哦，咱的重担，咱是交托给上帝。啊，都既然老三是先甲你骗啊，讲你人食甲老，就是会安尼。所以咱家己心情要小调适一下，即咱来一定要家己调整。就是讲，你莫想讲，哎呦，我即马啥物拢都爱靠别人，你唔通安尼想，哦，你也调整，你也平安。因为你若想讲我拢爱靠别人，你会感觉家己无路用。啊，你也感觉敢那袂输欠人人情，啊，你嘛感觉袂输家己活嘞吼，敢那共拖累安尼啦吼。但是你也袂老进程，你都要心理建设，就是讲，啊，人我少年的时阵，人我年轻的时阵，我服务大家嘛。啊，即马老的时阵，予恁来服务我，予恁这少年啊，透过恁来甲我欢，透过恁来甲我服务，这嘛是一种教育，这提早予恁知影讲，将来恁卖老，这是一种社会责任。这是一种引法族的教育，就是透过咱社会有老人教育这些青年人，讲将来你老就是会像我呢，所以咱来活得有尊严。哦，咱若甲咱服务，咱嘛感觉讲啊，我歹势，我欠人，你唔通安尽想，你也感觉讲，我即卖咧尽我的社会责任，我即卖就是咧教育恁这些少年啊，哦，恁应该要安怎对待老人？哦，啊，不过咱态度唔通伤迄个啦，伤超过啦，啊，无个人老气横秋。哦，倚老卖老，我较老呢，我先迄、那个，我先食，哦，我先坐，人我老呢，这就是自卑感相当，哦，所以一定要强调讲我足老的，惊人唔知影你老啦，爱定定讲提醒讲我老安尼，我老安尼，来我老的先，我老的先，你安尼你个人玩，哦，咱唔好将咱老变作一种条件，敢那咧讲威胁，咧讲恐吓安尼，安尼唔好啦，哦，但是吼、哦，那互人甲咱服务吼，咱都态度自然就好。哦，咱的心内就想讲，啊，这有影就是讲，哦，少年啊一个机会给咱服务，啊，咱较好找着讲，啊，多谢啊，啊，共娱乐讲，哦，少年啊，你看到你安尼吼，我足温暖的呢，哦，你安尼会晓替阮老人想，我真正我足感谢你的，哦，咱的国家呢是足好的，看到恁这些少年人好棒哦，哦，社会将来都是拢靠恁啊，你若是像这款的吼，是一个有安全感，是一个足平安的老人，别人甲你服侍的时阵。哦，你嘛用足自然的态度，安尼去讲回应，安尼这个社会就会足好。哦，最高拢会啦，但是要必定爱是平安。哦，好啦，等你继续跟他讲。人若食到一个岁数，尽量一切要求拢降低啦，哦，拢降低啦。少年时啊，阵要求真悬啦吼，食到老时阵哦，拢降较低咧，降较低咧，哦，轻松自在。咱承担压力哦，已经几十年啊，咱食到老吼，唔免着食欠啦，哦，那放个轻松自在哦，安尼像咱今日所节目所讲的吼。享受一个平安的感觉哦，这实在是真好。因为真济人一自少年都是用甲人扯平呢，拢甲人竞争呢，趁钱嘛趁甲真喘呢。啊，伫这个社会底付出哦，嘛付出甲真辛苦啊。上帝予咱人食到老时阵哦，讲休喘一下啦，卖想遮济啦，放轻松啦，哦，平安就好啦，有健康就好，平安就好。哦，人生真济灾祸安尼，哎呦！咱若会得过就好啦，吼、哦，平平安安都已经真满足，啊，都已经真欢喜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咱人若食到老吼，尽量放互伊轻松自在，对凡事的要求吼，拢会得过就好啊，安尼。所以你若将家己的标准来降低，你生活的品质呢就会来提高。所以咱这部就是咧强调讲，因为真济朋友吼，就是讲已经烦恼了惯习啊，所以那像伊若家己无度通。掌握足济物件时阵，伊会失去即个安全感，吼、哦。所以
颠倒你家己也无度行动的时阵，你也换一个角度想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嘛是阮囝呢吼，甲我呢已经把握最后的机会啦，吼、哦，因为人生就是这么短，人生无即种迷线的颜色，早晚有一日，咱人都是拢会分开。但是基督教甲咱讲，分开不要紧，因为将来伫上天，咱拢会搁再见面，所以分开是暂时，唔是永远分开，所以咱唔免惊。虽然是讲足珍惜，讲啊，囡仔搁伫咱的身躯边，吼、啊，所以有当啊过马路，啊，孙啊甲咱牵一个，咱摕一支拐啊吼，啊，孙啊甲咱牵一个吼，安尼嘛袂歹，安尼较好咧歹。哇、啊，所以有当啊是啊，咱若接受其他人义工甲咱服务一个，安尼嘛袂歹，较好咧歹。啊，咱有诶足侪吼，较侪岁人就是讲吼，咱拢足客气啦，吼、哦，咱家己讲啊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啦，吼、哦，这其实是好啦。但是咱节目中要来勉励大家讲吼，你嘛三不五时啊吼，你给人一个服务的机会嘛，人甲你服务一个，这对因来讲嘛是一种机会教育，嘛是一种社会的教育，哦，或者青年人知影讲，伊有一份社会责任，伊爱关怀老人，因为将来伊嘛会老，所以你所做的其实是为着伊，为着将来这个社会更加健康，吼，更加进步。所以当你的观念来转会过吼，你就袂这样子烦恼啊。哦，第二点，你若讲，哎，我老三，我来读个内底足济物件，得些烦恼东，烦恼西，安尼我甲你教，哦，你也去想一点，你也常常甲上帝讲，你讲，上帝啊，啊，当吼即个烦恼的代志吼，交予少年啊啦，哦，交予少年啊啦，我烦恼未了啊啦，啊，我烦恼未去啊啦，咱食个遮济岁啊吼，咱已经过迄个烦恼的时期啊，啊，你若照圣经来讲，其实是毋免烦恼嘞。圣经内面耶稣甲咱讲啊，耶稣讲一日的担担，一日都已经有够啊。你唔通明仔载的烦恼，今日去提起来担。你唔通还未发生的代志，咱未准备呢，咱就提起来解烦恼。吼、哦，啊你安尼，你会老真紧，你会老真紧。所以你会常常提醒家己，唔通烦恼啦。哦，圣经甲咱讲，应当一无挂虑。哦，将咱所烦恼的代志呢，交托给上帝。这个世间还有一个神的，哦，也轮袂到你的，哦，让神来处理就好。因为一个人若吃到老的时阵，你的责任吼，拢在你少年的时阵，拢差不多尽了去啊。你吃到老的时阵，应该是学习爱放落，放落，总放总放，放到有一日，咱会当心拢足自在，咱回去上帝遐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上帝是知影讲，咱有一日会离开这个所在，咱会唔甘。一定会唔甘，因为你的亲戚朋友，你过去真甜蜜的回忆，拢总伫这个土地嘛。所以你要走，一定唔甘嘛。所以上帝讲，我知影你唔甘，所以我未讲啊临时一日怎啊甲你调走，我予你一段时间落去准备。所以上帝讲，我予你留，留落去，留落来啃，哦，留起来啃。啊，咱留的时阵，咱就来准备，慢慢啊放。哦，一点啊，一点啊放，咱的责任慢慢啊放掉，慢慢啊放掉，唔通食到食老啊，这也要管，那也要管，迄种管未了，唔通去管。迄管哦，和少年啊去管就好。这点咱的观念一定都要改变。因为我看真侪咱的银发族的朋友吼，咱食老的，就是这点咱想未开。咱食到老还搁在做皇帝，食到老还搁在做上帝，拢总在管。哦，自老大管到上细安尼，当代志管啊。无必要，哦，今日这部足清楚跟你讲，无必要，哈、啊。咱食到老的时阵，咱管咱家己就真好啊，哦。所以咱尽量做忧虑当当吼，咱拢交托在上帝手中。咱食到老的时阵，追求一个物件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，哦。因为将来有一日，咱的心脏无要跳啊，哦。所以即马愈跳愈慢，愈跳愈慢，愈跳愈慢。咱平静就好，和咱平安就好，唔好一挂代志咧，甲咱扰乱吼。像这个心电图咧，吼，让我咧惊死啊！唔通安尼，和咱都心平静吼、哦，一切上帝咧掌握吼，咱慢慢啊安静，安静，慢慢啊放手，放手，放手。到自己的时阵，所有的责任拢交代咱子孙就好，咱交代社会就好，咱交代政府的，咱交代上帝就好。吼、哦，咱无需要担遐遮尔啊济。人不是神啦，所以我是认为讲，上帝给咱人有这个老的阶段，是要帮助咱会当休困。上帝给咱老的这个阶段，帮助咱会当平静落来。所以这个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第一字吼，
平就是讲平静，吼安就是讲卖安尼乌白颠倒啊，吼安稳，吼安稳。所以平安这两字，实是真符合老人的状况，吼尽量卖个足大的波动，吼安尼平平安尼就好啊，吼啊安心安心，真安稳，卖安尼害个真大个，吼平安就好。生活方式平安，情绪平安，老岁仔人袂堪忍。所以老伙仔人有时阵接受这个伤大的刺激吼，伊想想伊的情绪伊挡袂牢，因为心中无力啦。因为你规个人承担压力的能力吼，不比少年啊。所以人讲有的消息吼，伤过激动的消息，啊无卖予老人知吼，这是有道理呢。这真正是有道理吼，咱保护老人，真正若有的无必要予伊知，也毋免予伊知啊啦。啊，若无老人吼，过来承受这个情绪的打击吼，迄老足紧的。迄一困啊，人规个全老去啊！吼，所以老咱家己把握一下吼，平安渐渐老，安尼就好啊！吼，啊，这渐渐老，渐渐老，听音乐真好咧！吼，音乐这个旋律吼，啊，帮助咱吼，帮助咱会当心会当平静！吼，来来来，听音乐吼，听这诗歌吼，赞啊！听音乐。十两倍啊！哎呦，咱坦白讲，你有影乌干那底豆油哦，哎呦熬呢！看你安尼讲好话哦，有影看你安尼无门无门哦，无毛无毛，烟头烟头，哎呦，什么呢？佮卡了两通啊电话，有影你的人脉这么广呢？哈，好，我你的朋友问题解决哦，佮赚足济钱，哎呦，足多谢啦！袂啦，咱这圣经讲，咱尽量。哦，那别人有困难，咱做会到，咱就共帮忙。是，哦，对啦。主，你甲恁朋友讲，我紧。是啦，谢谢啦。我紧，我紧，莫放心来。啊，十两伯，你伊嘛唔跟我时间通去食饭。哦，食饭哦，食饭当然有时间哦。啊，你好，啊来跟我你的朋友斗阵食饭啦。哦哦，唔免啦，我想讲要跟你食饭，唔免啦。你的朋友安尼吼，唔免，咱这义务该帮忙吼，唔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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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卖啦，拜托你啦！我跟你讲啊，十两伯啊，你和我哥正一个啦哈，你都一定爱来去啦，好无啦？拜托啦，一定爱啊来来来，多谢人的诚意，人都硬要请你，啊，你就来给他讲一下，啊，给他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你的人，安尼就好啊，好无？好，谢谢啦。你态度怪怪，吃一个饭卡就安尼，咱就唔免，咱就讲讲帮忙，对无？这咱有机会，安就好啊。啊，你讲爱来去就是爱来去啦，是安怎啦？啊！你著共提钱啊，做嘛免去？我共提钱，我甲赵三共打电话，我好甲提钱呢。嗯，我著替你提钱啊咯，你做嘛免去？你替我提钱？哦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这另外甲你讲个清楚。咱要共赵三共，对无？咱欢喜方便，这咱会当做会到咱做。但是咱若赵三共了，共提钱，迄就变作是。哦，是，你知无？这牵涉到法律的问题，而且这圣经嘛无温准。圣经就讲，哦，咱 A 对 A， 买就买，迄背后闹利益，迄就无合上帝意思啊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紧，代志发生，咱面对。哦，你这个钱，对不？你提来，哦，咱两个提起含义，我相信这件代志，咱就平安，就无事啊。啊，你袂使啦！你什么乌色白色，管你什么色？啊，都回着一句话，啊，你吼就是一定爱来去给伊看一下，啊吼表示讲你的诚意，你就当作人头安尼给伊看一下啦。无啦，不是。啊，你来讲哦。钱钱倒回去啊？钱都拢我开去啊。啊，兄弟。来，你就进来。